大家好，我是唐山做装修大崔啊。今天咱们记录一下生活啊，从小的啊到老的，咱们呢全家总动员，早起呢咱们开始收一下蒜啊，看看咱们这个，先给大家看看咱们这个菜园啊。最里边种的是甜玉米啊，这边呢是白菜，然后黄瓜、土豆还有葱啊。年轻的呢咱们就这个分流程操作啊，年轻的像我呢就是干体力活啊，刨这个蒜。咱们呢岁数大的呢就是绣花在这儿。看看，采访一下大姨。累不累大姨？哎，累不累？不累。这蒜咋样啊？这蒜中。中是吧？嗯。咱们再采访采访小的啊。这忙啊，你给他弄那个沙子干啥呀？有沙子吗？待会儿他洗澡啊。啊，别弄沙子。我给他洗。几个小狗啊？四个了。别让他咬你啊。嗯。乖不乖小狗？乖。现在蒜多少钱一斤？5.2块吧。多少钱？5.2块吧。哼，那还不如买点呢。这个蒜呢，看红皮的还有蚯蚓的，没有忒大的，没有铁打，但是一点药都没有啊，绝对绝对有机，还有粪呢，我跟你说，要是这个直接生着吃还能吃到粪的味儿。你看纯有机纯粪，一点药都没有。你上超市买的有机都是这样的。蚯蚓过来咱们尝一尝。嗯，那你尝吧。红皮的，这有刨坏了的，尝一个。辣花油搞一搞，开吃播就得了。我来看这个。有开吃播的吗？这个吧。这个蒜都不敢尝，换了三头了。回复回来呀。味道怎么样？啊！我们这个蒜呢是去年秋分种的。用了2个小时，我们又收获了满满的两大车，也祝愿啊，咱们现在正是麦秋时节，祝咱们全国人民大丰收。